六年，秦始白起伐韩于伊阙，大胜，斩首24万。秦乃谓楚王叔曰：“楚被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丹之命，愿王之赤士卒得一乐战。”楚请襄王患之，乃谋复与秦平。七年，楚迎复于秦，秦楚复平。六年呢，是公元前的293年。这一年，秦国派大将白起，白起这个人在秦国是非常有名的，被称为是战国的一代战神。这个人呢，据这个《史记》讲，身经大小70余战，从未尝败绩，从来没打过败仗，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牛人啊。秦国派大将白起讨伐韩国于伊阙，这个伊阙呢是一个地名啊，伊阙也是一个山。它的地点呢是在今天河南省洛阳市的西边，因为这两个山呢它是相对着的，那个中间呢这个从远处看呢它有个缺口，所以说叫伊阙啊。中间这两个山之间呢这个空隙呢是有伊水从中间流过的，所以说又叫这个伊阙啊。伊阙这个名字呢也是这么得过来的。这个地方呢是当时韩国的一个重要的关口。那么秦国派大将白起在伊阙这个地方呢讨伐韩国，大胜，斩首24万。秦国这次对韩国用兵啊，可以说取得了这个大胜啊，斩杀韩国士卒一共是24万人。秦国呢，在取得了对韩国的这场胜利之后呢，他就给楚顷襄王呢就留了一封信啊，书呢就是指信。楚被秦，说楚国背叛了秦国，秦且率诸侯伐楚，且呢是将要，秦国呢将要啊率领诸侯讨伐楚国，争一丹之命。这个一丹之命呢，就是指决一雌雄啊，说我们秦国跟你楚国呢决定要争一雌雄，愿王之赤士卒，希望您啊，楚顷襄王整饬士卒，把你们的军队呢都训练好，得一乐战啊。乐战呢就是痛痛快快的打这么一仗啊，看谁能赢，得一乐战，让我们秦国跟你们楚国痛痛快快的就打这么一仗。楚顷襄王患之，楚顷襄王啊就有点害怕了，他认为秦国这个时候太强大了，因为刚在那个伊阙的地方呢把韩国人打败，而且秦国人下手也太狠了，斩首24万韩国士卒。所以呢这个楚顷襄王一听说秦国要打楚国呢，他就担心，患呢是担心，乃谋复与秦平，就私下里商量怎么跟这个秦国呢讲和，这场仗呢能不打就别打。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92年，楚迎父于秦，楚国呢从秦国呢娶了一个女儿做这个妻子，应该是楚顷襄王娶了秦国的一个女孩子呢作为这个老婆啊，双方呢结成了这个婚姻之好，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秦国呢这个抽我们楚国。秦楚复平，秦国跟楚国呢又一次开始讲和了，平呢是讲和。11年，齐秦各自称为帝，越余复归帝为王。11年呢是公元前的288年，这一年呢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各自都称为是帝了啊，这个又升格了啊。月余也就是过了一个月左右，复归帝为王啊。归帝呢就是归还帝号，改为称王。这个帝跟王啊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在古代呢帝比王啊更高一级，王下边呢会有这个公侯伯子男各个爵位啊，所以说呢这个齐国跟秦国称了啊一个月的帝之后呢，感觉好像有点不妥，又把这个帝号呢又给还回去了，开始这个称王了。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结果呢？就是根据这个《战国策·齐策》的记载啊，
说当时呢，这个秦国派了他手下一个大臣叫魏冉啊，这个人大家看过这个《芈月传》的人呢都知道啊，派这个魏冉呢约齐跟秦啊称为帝，也就是说这个秦国派魏冉呢到齐国去，说这个你在东边，我在西边，咱们两个国家呢一起称帝就算了啊，那我们两个称完帝之后呢，咱俩联合起来共同讨伐咱们北边那个赵国。把他打赢了之后呢，我们把他的地给分了。后来呢，当时这个齐闵王啊，齐国的国君是齐闵王。齐闵王呢，他手下有一个这个谋士叫苏秦。苏秦就劝这个齐闵王说：“你这样做好像不行，对我们齐国是无利的。你看啊，他说我们现在齐国也称帝，秦国也称帝，等于呢，我们齐国跟秦国呢是东西二帝。但是你想想，我们都称帝的前提下，大家会尊重谁？大家肯定。”会尊重那个西边的秦国，而轻视我们东边的齐国，所以呢，我们齐国不如这样，先把这个帝号呢放下，也就是归帝号，把这个帝号呢先不要了，继续呢回过头来继续称王。那么天下的人呢就只爱齐而憎恨秦国了，因为这个天下只有一个帝是秦国，而我们齐国呢已经放下了这个帝号，所以天下的这些其他的诸侯国呢就会爱我们齐国而憎恨这个秦国，这样大家的这个矛头呢会这个一致的对秦国这个发力啊，这样的话对我们齐国是有利的。所以当时的齐闵王啊，听这个苏秦的劝说之后呢，就把这个帝号啊就扔掉了，就不要了，而开始复称王。但是呢，这个秦国一看说，你看本来咱们两个是定好的嘛，你在东边称帝，我在西边称帝，你现在啊自个儿先把这个帝号先不要了，你恢复王了啊，然后让天下把这个矛头都对准我，那我也不能做这傻大个啊，那我怎么办？我也干脆也像您一样，这帝号呢我也不要了。也改成王还是算了，所以说呢，就导致啊，一个月之后呢，这两个国家啊，复归还帝号，而改称这个王。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于燕，齐丘。复与秦王会穰。十四年呢，是公元前呢285年，楚国的国王顷襄王跟秦国的国王秦昭王好会于宛。所谓的好会呢，就是指举行友好的会见。这个宛呢，是当时的一个地名，它是在今天河南省的南阳市啊，决定在这个河南省南阳市，当时叫宛，在这个地方呢举行一个友好的会见，结和亲。因为双方呢不是有这个婚姻关系嘛，所以说呢要结婚姻之好。15年，也就是公元前呢284年，楚国的国王楚顷襄王啊，和这个秦国还有三晋就是赵、魏、韩，还有燕国共同联合起来讨伐东边这个齐国，取淮北。淮北呢，就是指今天江苏省北部到山东南部的这么一块地方。原来呢，它是属于齐国的啊，决定把这个地方呢给它拿过来。十六年呢，也就是公元前呢283年。啊，楚国呢跟这个秦国啊，秦昭王好会于燕，这个好会呢还是友好的见面啊。燕呢就是一个地方，它是在今天湖北省宜城县的东南啊，决定在这个地方呢继续举行这个友好的会面。当年的秋天啊，楚国跟秦国呢这个在穰这个地方呢又举行了会面，所以说这段时间呢，这个秦楚两个国家之间呢是频频相会啊，啊这个互相之间的关系都非常融洽。穰呢也是一个地名，它的地点呢是在今天河南省的邓县，所以这个楚顷襄王跟这个秦昭王呢在啊穰这个地方呢又啊第三次的举行了这个会面啊。18年，楚人有好以弱攻，威卓加归燕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对曰：“小臣之好射齐燕、罗龙，小使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益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义道德，五霸以义战国。”
因为这段比较长啊，所以说我们也不能一下子都读完，只能是读一段然后解释一段，而且呢这一段呢比较难理解啊，有些呢这个话呀它的逻辑也不是特别通，所以我们在这个理解的时候呢只能根据太史公记载的这个史记的原文呢来解释啊。18年呢是公元前的281年，这一年呢有一个楚国人啊，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呢用这个弱弓，弱呢是小的意思，弱弓呢就是一张小弓箭啊，微拙，微呢是细的意思，拙呢是绳啊，因为过去古代射鸟呢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想法可能不大一样啊，古代射鸟呢它是在那个箭的尾巴上绑上一根细绳，然后这个绳呢和这个弓啊是拴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鸟在天上飞的时候呢才在底下砰一箭把顶上那个天空当中飞的鸟给射下来之后呢，它往下一蹬那绳，就是一拽那绳，就把那鸟连这个箭就全部都给带下来了，所以说呢你要是不用这根绳呢拴的那根箭，那么你即便是射上这个鸟了，这个鸟呢可能也一时半会儿不会掉下来，它会继续往前飞，它要往前飞的话指不定它死在哪个地方，那你找的时候呢你也不一定能找得到，所以古人呢他比较聪明啊，他在射鸟的时候呢他就在那个箭的后边拴一根绳啊，那根绳呢就叫拙，微拙呢就是这个很细的这根绳啊，夹归雁之上，这个夹呢就是射，归雁呢就是指往北飞的这个大雁叫归雁，所以这个楚国人呢他有这个爱好，就用这个弱弓再加上微拙来射这个往北飞的这些大雁，顷襄王闻召而问之，那他的这种行为呢就被楚国的国王楚顷襄王呢就听说了，顷襄王说这个人比较有意思啊，那把他叫过来我问一下他为什么这么干，召而问之，就把这个人召过来问他的原因啊，对曰，这个楚国人呢就回答楚顷襄王了，他说小臣之好射齐燕罗龙，这个齐燕跟罗龙呢都是这个鸟的名字啊，而且呢这种鸟的名字呢是非常小的啊，这个字念齐啊，后边那个字念龙，齐燕跟罗龙啊都是那种啊很小的那种鸟。那么这个楚国人呢就说了，说我呢这个有一个爱好，就喜欢呢射这种小鸟小燕啊，这个呢也是弱弓，就是这个小弓箭的一个作用啊，说我的这种做法啊怎么值得向您大王来讲呢，叫何足为大王道也，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亦非止此也啊，这个称呢就是论况且呢凭着这个楚国非常广袤的这个土地啊，因为楚国的土地面积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这个因大王之贤，因呢是凭借着大王的这个贤明啊，所以说叫因大王之贤，所亦非止此也，这个亦呢就是摄取，说大王您所摄取的这些绝非仅仅是这些小鸟跟小雁，非止就是不止啊，非止此也就绝不仅仅像我这样没出息啊，用一些小弓小箭来射一些齐燕呐、罗龙啊这些小鸟，您楚王呢拥有广袤的土地，您呢应该射大鸟，昔者三王以义道德，五霸以义战国，这里的义呢本来也是指这个射箭的时候，射鸟的时候箭后边拴的那个绳叫义啊，过去这个夏商周的三代明王啊，都是用这个箭来摄取道德的，这里的义呢是指动词，是摄取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过去的三王都是以摄取道德为主的，以树德为主，并不崇尚武力，五霸以义战国，而在春秋产生的那个五个霸主呢摄取的是这个国家当中的那个称霸的那个人，叫这个以义战国，也就是说这个五霸呢跟三王它是有区别的，三王呢是以道德为主啊，是这个以树立道德为主的，这是三王的做法，而五霸呢他就不管道德这回事了，而是用武力为主，叫以义战国啊，决定呢在这个国家当中，在各个诸侯国当中啊摄取这个老大的位置，也就是那个霸主的位置，所以呢这个王道跟霸道它还是有区别的啊，王道呢主要是以
德为主，霸道呢主要是以利为主。所以说这个三王是以义道德，五霸呢是以义战国。故秦魏燕赵者啊，齐燕也；齐鲁韩魏者，卿首也；邹毕谭披者，罗龙也；外其余则不足射者，见鸟六双。以王何取？王何不以圣人为公，以勇士为角，十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在也。故秦魏燕赵者，也就是因此这个秦国、魏国、燕国跟赵国这四个小国家呢，都是属于齐燕。齐燕呢，就是前边指的那个小燕。齐鲁韩魏者，齐国、鲁国、韩国跟魏国这四个国家呢，都是卿首。卿首呢，也是小的那个燕，也是属于小鸟啊。邹毕谭披者，罗龙也啊。中间的这个费字呢，是读毕啊，也是这个山东的一个小国家啊。原来呢，在春秋的时候是属于那个三环之一，鲁国的三环之一季氏的那个采邑啊啊，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邹呢也是一个小国家，邹毕谭披是罗龙，罗龙呢也是小鸟，也就是这十二个国家呢都是这个小鸟。外其余则不足射者，除了这些以外，其余剩下的那些国家根本就不值得您去射了。您要射的呢，就是前边指的这十二个国家。见鸟六双，以王何取？见是看见，说您要是看见有十二只鸟，六双呢就是十二，十二只鸟，那么这十二只鸟呢，就是暗指前边这十二个国家。说假如您要是看见前边这十二个国家这个十二只鸟的话，以王何取？那么您会选择怎么去摄取呢？王何不以圣人为公？说您为什么不以圣人作为自己的弓，以勇士作为自己的那个绳？这个拙呢就是绳。十张而射之，十呢是看准时机，然后呢张弓射取这鸟六双，也就是这十二只鸟。当然呢暗指的是就是前边这十二个国家。此六双者，也就是前边这十二个国家啊，可得而囊在也。囊呢是口袋，可以得到，可以把它们都射下来，然后呢装到口袋里边拉回来。这个在呢就是指拉回来。其乐非特朝夕之乐也，其祸非特福宴之时也。王昭张公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晋蜀之于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其乐，也就是这个时候你要像我说的这样去做的话，说楚顷襄王您的这个获得的乐趣绝不仅仅是非特呢，就是不仅仅是不只是朝夕之乐啊，朝呢是早晨，夕呢是晚上，也就是绝对不仅仅是这个一早一晚这样的快乐了。其获非特福宴之时也，你所获得的也绝不仅仅是像这个福啊像宴呢这样的这个战利品了。福呢就是指野鸭，宴呢就是天上飞的那个大雁，当然呢都是属于这种小鸟啊。你所获得的绝不仅仅是这些了。王昭张弓，昭呢就是早晨，您呢早晨张开您的弓而射魏国的大梁的南边啊。这个大梁呢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啊，当时呢是这个战国时期魏国的首都。您呢就可以射魏国之大梁啊之南，加其右臂，加呢还是射的意思啊，也就是射其右边那个国家，而晋蜀之于韩啊，晋呢是直接啊，蜀呢是牵动。您呢就是加其右臂射这个大梁之南，然后呢再射它的右边，也就是再取它的右边那个国家，就直接呢可以牵动韩国，也就是连带韩国呢也会这个受到这个您的制约。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
中国之路呢，就是指楚国啊通往中原的各个国家的通路就会断绝。这里边呢，也可以理解成是中原地区的道路呢，这个通路就被您楚国给断绝了。而上蔡之郡坏矣，这个坏呢，就是放弃。而上蔡呢，各个郡县就不攻自破了。这个上蔡呢，也是一个地名啊，它是在今天河南省的上蔡县的南边。环涉与之东，解为左肘而外击定陶，则为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且未断二臂滇越也，应击谭国大梁可得而有也。环涉与之东，也就是说您楚国做完了这些事儿之后呢，回过头来还回来涉与之东。涉呢就是取与的东边，这个与呢也是一个地名，它的地点呢是在今天河南省杞县的西南。这个杞呢就是杞人忧天的那个杞，杞县呢是河南省的一个县。您呢就可以取这个与的东边，解魏左肘，解呢是砍断魏国的左胳膊肘，而外击定陶，那么向外攻击定陶，魏国东部就放弃了。魏之东外呢就是魏国的东部，弃呢是放弃，而大宋方舆两个郡呢就可以拿下了。这个大宋跟方舆呢是魏国的两个郡啊，这个方舆呢是在今天山东省鱼台县的西边。大宋呢，这个宋啊应该是指这个河南省商丘县的城南，也就是这两个郡呢都会啊被您呢给拿下来。而且呢这个魏国被您砍断了两只胳膊，滇越也，滇越呢就是倾倒的意思，魏国呢也就变成残废人了。应击谭国，应呢本来的意思是指胸膛，应击呢就是指正面攻击，您呢在正面攻击谭国。这个谭呢也是一个古诸侯国的名字啊，它的地点呢就是在今天山东省谭城的东北，您就可以正面的攻击谭国，那么魏国的大梁可得而有也，魏国的大梁呢就会被您给拿下了。王征卓兰台，印马西河，定位大梁，此一发之乐也。若王之于义成号而不厌，则除宝公。播新卓射昼鸟于东海，环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举，西发沛丘，夜加即墨，故据五道，则长城之东收而泰山之北举矣。王征卓兰台，这个征呢也就是一个绞丝旁加一个青字，这个字读征，征呢是弯曲的意思，这里边呢可以理解成是收紧，卓呢还是那个绳啊，所以说呢大王您就可以收紧您手里的这个绳啊，叫征卓兰台。而兰台呢是一个山的名字啊，也就是环山，您呢就可以收紧这根绳，把这个兰台呢收过来。印马西河，在这个黄河啊，这个东西走向的这一段呢，在这个西河来印马。定位大梁，定呢是安定啊，魏国的大梁，大梁呢是魏国的首都，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开封市。此一发之乐也啊，这个一发之乐呢就是指您第一次这个射鸟的这个快乐呢就可以得到了，一发呢就是指第一次。若王之于义成号而不厌，说如果您对于射箭确实喜欢，而且呢不厌倦，则出宝弓，这个宝弓呢就是拿出您最好的那个弓箭。拨新卓，这个拨呢就是指换上这个石质的箭头和这个新做的这个卓，卓呢就是那个细绳，也是新绳啊。射昼鸟，那么去东海射击，这个昼鸟呢也是一种鸟啊，它是指那种啊长有啊像钩子一样的嘴的那种鸟，叫昼鸟。
其实呢，在这里呀、这个纣鸟呢，就是指齐国，也就是说，您楚国呢，就可以拿出您的宝弓啊，换上您这个石质的箭头，还有那根细绳，然后到东海的海边上去射这个齐国，也就是去这个取得齐国，环盖长城以为防。这个环呢，就是转身回来，再重新的修筑长城，作为这个防线。朝射东莒，您早晨呢就可以摄取这个东莒。莒呢也是这个位于山东的一个古国啊，在这个春秋的时候呢，这个莒国是非常有名的。东莒呢就是指今天呢山东省的莒县。早晨呢您就可以摄取这个山东省的莒县，叫东莒。西发沛丘，西呢是晚上，晚上呢您就可以发兵去取这个沛丘。沛丘也是一个地名啊，是在今天山东省博兴的东南啊。这个沛丘呢也会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被您给拿下，夜加即墨，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您再去摄取这个即墨。即墨呢也是这个一个城市，它的地点是在今天山东省平度县的东南。故据五道，这个故呢是回头，回头呢占据这个五道。五道呢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大致的地点呢就是指齐国跟赵国啊，这个两国国界相交的那个地方叫五道。所以呢您就可以呢回头占据这个五道，则长城之东收而泰山之北举矣。那么长城的东边和泰山的北边您就可以都攻下了。这里的收和举呢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攻下来的意思。西竭尽于赵而北达于燕，三国不赤，则纵不待约而可成也。北游牧于燕之辽东，而南登望于越之会稽，此再发之乐也。若服四上十二诸侯，左迎而右服之，可一旦而进也。西就是指向西呢，竭尽于赵。所谓的竭尽于赵呢，就是指跟赵国呢这个接壤。而北达于燕，那么向北呢就可以直通达燕国。三国不赤，也就是燕赵齐三国不赤。不呢是展开，这里的赤呢是通翅膀的那个赤。三国不赤呢就是指这三个国家呢展开翅膀，也就是比翼而飞的意思。则纵，这里的从是通那个带绞丝旁的纵，也就是指这个合纵。那么合纵呢就不用等待约定就可以形成了。北游牧于燕之辽东，游牧呢是指游览，您呢就可以游览燕国的辽东地区。而南登望于越之会稽，那么向南呢您就可以登山遥望越国的这个会稽啊，这个叫此再发之乐也。这就是第二次射箭的快乐，因为前面不是讲到一发之乐吗？那么现在呢已经讲到再发之乐，第二次射箭的快乐。若服四上十二诸侯，这个四呢是指泗水，是山东的一条河流。那么四上十二诸侯呢是指当时在这个泗水的旁边一共有十二个小的诸侯国家啊，生活在这里叫四上十二诸侯。那具体是指哪四上十二诸侯呢？这里边就不再讲了，大致是相当于这个宋国呀、鲁国呀、诸国呀、莒国呀这一类的小国家，反正都跟这个泗水呢是有关的。四上的十二诸侯呢您就可以拿下了，叫左迎而右服之。迎呢是牵引，您呢左手呢就可以牵引，而右手呢服，服呢就是拍打，右手呢就可以拍打这十二个国家，可一旦而进也。那么一个早上就可以把这四上十二个诸侯国全部都拿下。今秦破韩以为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无功，击赵而故病，则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汉中西利可得而复有也。
现在呢，这个秦国攻破了韩国，以为长忧。因为这个秦国呢，这个大将白起不是在伊阙那个地方啊，攻破了这个韩国嘛，斩首韩兵24万。从这个表面上看呢，这个秦国是占便宜了，但是呢，他占了韩国这么多土地，实际上呢，他不能占有，反而成为了自己长久的这个忧患。啊，叫这个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秦国呢，夺得了韩国很多的城市，但是呢，他不能够据守。秦国呢，讨伐魏国又没有什么功劳。当攻击赵国呢，而故病。他攻击赵国的时候呢，反而会受到这个病垢。也就是说，他攻击赵国的时候呢，他也是有担忧的。则秦魏之勇力屈矣。那么，秦国跟魏国的勇气和力量，基本上都已经用尽了。楚之故地汉中，犀利可得而复有也。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楚国原来失去的那个故地，也就是汉中还有西和利啊，重新呢就可以得到了啊。汉中呢不用解释了啊，这个西呢就是指河南的西峡县，利呢就是指河南的南阳市的北边。像这些地方呢，原来都是属于楚国的这个地盘，后来呢这个被秦国给夺走了。现在呢，秦国因为攻击韩国、攻击魏国、赵国等等，它的力量衰弱了，那我们楚国呢就可以趁这个机会把汉中还有西跟利这些地方呢全部都拿回来。王楚宝公拨心角，设蒙塞而待秦之眷也，山东河内可得而依也，劳民修众，南面称王矣。故曰：秦为大鸟，覆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覆楚燕影，应击韩魏，垂头中国。楚即行变，势有地利，奋翼鼓翅，放3000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对以此言。王楚宝公，王呢就是楚顷襄王，说您呢拿出宝公拨心角，拨呢就是石质的箭头，换上石质的箭头，又换上这个新做的绳，这个角呢当然也可以读成镯啊，就是那种新做的这种绳。射蒙塞，射呢是渡过，蒙塞呢是一个关口，它的地点呢大概是在今天河南省的信阳市的南边，是河南跟湖北那个交界的地方。那么射蒙塞呢，就是指从信阳这一带呢出兵往北打，叫射蒙塞，而待秦之倦也。待呢是等待，等待秦国的疲倦。山东河内可得而依也，山呢是指华山，山东呢就是指华山之东，河内呢就是指河南省黄河以北的这个地区。因为黄河的下游呢，它是穿过河南省的，那么这个黄河呢就把河南省一分为二，黄河北边的那部分呢叫河内，也就是说在华山以东，黄河以内，也就河南以北的那一部分呢，都可以得到统一了。劳民修众，劳是慰劳，休是休息。劳民修众呢，就是让民众得到休息和慰劳。南面称王矣，那我们楚国呢，南面就可以称王了。故曰：秦为大鸟，因此呢，做一个比喻来说，这个秦国呢，就像一只大鸟一样。覆海内而处，覆是背靠，背靠着海内，海内呢就是指大陆，而处，处呢就是处在西边的那个位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秦国呢它是属于西部边陲，所以呢它是等于背靠大陆而处，东面而立，东面是面向东，面向东呢站在那里，左臂据赵之西南。如果秦国它是处在西边的，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脸是朝着东方，它左边呢也就是北边是属于占据了赵国的西南的这部分土地，右臂呢就是指右边，右边呢是覆楚燕影，覆呢是紧挨着楚国的燕影，应击正韩，
应呢是胸口胸膛的意思，应击正韩呢就是指用正面袭击韩国跟魏国，垂头中国，那么这个他的头就可以俯视整个中原国家，垂头呢就是用头啊伸长着脖子，用头呢来俯瞰整个大陆，处极形变，他所处的地形呢非常有优势，势有地利。这个地字呢可以拿在那个势的前边，等于可以写成是地势有利，奋翼鼓翅。翼和翅呢都是指鸟的翅膀，奋翼鼓翅呢就是指扇动鼓动鸟的翅膀，方三千里，那么方圆有三千里的范围都会为秦国所照顾到，则秦未可得，未可得呢是指不可能得到，独招，独呢是单独，招呢是对付，也就是说我们楚国单独对付这个秦国是不能够做到的，而叶射也想一夜之间就把秦国拿下，把秦国这只大鸟射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欲以激怒襄王，这个人呢就想用这一番话来激怒楚顷襄王，故对以此言，因此呢才用上边的一番话来和楚顷襄王相对。襄王因召于羽，遂言曰：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妾为大王弗取也。于是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纵，欲以伐秦，秦闻之，发兵来伐楚。楚顷襄王呢因此就把这个人招过来和他聊天，这个语呢就是指对话聊天，遂言曰，这个客呢于是啊就跟楚顷襄王讲说，先王为秦所欺，说你们楚国的先君，也就是指楚怀王，被秦国所欺骗而客死于外啊，死在了这个外面，怨莫大焉，怨呢就是恨啊，这个恨呢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了。今以匹夫有怨，现在呢即便是以这个匹夫有怨恨，尚有报万乘，而且还有报复这个万乘国家呢，也就是说向一个万乘国家来这个报复。举的例子呢就是白公跟伍子胥，这个白公跟伍子胥的故事呢在春秋左传里边也是有的啊，我们在前面也曾这个讲过，这里边呢就不再仔细说了。这两个人呢虽然是这个匹夫啊，这匹夫呢就是指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普通的个人，他们呢有怨恨，尚且呢还向这个万乘的国家来报复，这个万乘呢就是指万乘之国，其实呢也就是指楚国啊，向这个万乘之国来报复。今楚之地方五千里，现在呢我们楚国之地方圆五千里，带甲之士有上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犹呢是尚且，足呢是足以，踊跃呢可以理解成是驰骋啊，中野呢可以理解成是中原大地，我们楚国带甲之士上百万啊，带着这些兵就可以驰骋在中原大地，但是现在呢您却让这些楚国的带甲百万的兵士坐受困，让楚国呢这个坐在这里受到别人的挤兑，受困呢就是受到别人的挤压，臣妾为大王弗取也。那么我私下里认为大王呢您这样做是不值得的。于是顷襄王遣使于诸侯，那么这个楚顷襄王呢就向各个中原国家去派遣使者，复为纵，复呢是第二次重新呢想要成立这个合纵战线，欲以伐秦，想要讨伐秦国。秦国听说这件事之后呢发兵来伐楚，他呢不想让这个楚国啊形成这个合纵的战线，决定呢这个先发制人来讨伐楚国。楚欲与齐韩联合伐秦，因欲屠周。周王赧使武功为楚相昭子曰：
三国以兵割周郊地以便书，而南弃以尊楚，臣以为不然。夫弑公主，臣弑君，大国不侵，以众挟寡，小国不富。大国不侵，小国不富，不可以治名实，名实不得，不足以伤民。夫有屠周之声，非所以为号也。楚国呢，因此就想和齐国、韩国联合来讨伐秦国，因欲屠周，想趁势呢图谋周王室。周王赧，周王赧呢就是周赧王，这个赧字呢是周王的谥号。周赧王呢就派他手下一个大臣叫武公，对楚国的一个国相叫昭子，楚国的国相呢一般是叫令尹，也就是说这个昭子呢是楚国的令尹。令尹这个官职呢在楚国他是属于第二号人物，也就是说在楚国除了楚王以外，这个令尹呢是最大了啊。当时这个令尹呢是昭子，所以这个武公呢就对楚国的令尹昭子就说了，说三国以兵割周郊地，三国呢就是指楚国、齐国跟韩国，用兵力来分割周郊地。这个郊地呢就是指周王室郊外的那些野地，来便于运输。因为这个楚国要向秦国用兵的话，有很多的这个军用物资要运送到前线去的，因此呢必须要通过这个周王室以外的这些野地呢来运过去。所以说这里讲叫三国以兵力分割周郊地，以呢便于运输。而南弃以尊楚，这个南弃呢就是指向南输送宝器，器呢就是指宗器、九鼎之类的这些很贵重的物品啊。这些东西呢原来都是属于周王室的。这个武公说的意思呢是说，你楚相昭子带领这个齐国跟韩国，其实呢你觊觎周王的这点东西把这些周王室的这些宝器呢全部都向南输送到你楚国去，以尊楚来抬高你楚国的地位，臣以为不然。那么我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夫弑共主，臣弑君，这个共主跟弑君呢都是指周王室，是周王室周王的自卫共主呢就是指周王室呢是天下所共尊的那个宗主，弑君呢就是指周王室世世代代君于天下。你杀掉了这个周王室，臣是使动用法，使这个周王室的周天子变成了臣使弑君呢变成了臣，那么你这样做，大国呢就不会亲近你。以众挟寡，你以人多来要挟这个人少的这些小国，当然呢这个寡就是指周王室，那么其他的那些小的诸侯国呢也不会亲附你。大国不亲近你，小国不亲附你，不可以治名实。治呢是获得，说你楚国呢就不能够获得名跟实，名呢是名位，实呢就是指和名相配套的这些实际的利益。名实不得，你名和实都得不到的话，就不足以来伤害老百姓。既然你这样做，你什么都得不到，你干嘛要这个劳师动众呢？夫有屠周之声，你那是有谋害图谋周王室的这个名声，非所以为号也。那么你这样做就不能够向诸侯来发布命令。昭子曰：乃屠周则无知，虽然周何故不可屠也？对曰：君不武不攻，城不实不为，夫一周为二十进，攻之所知也。韩常以200,000之众辱于晋之城下，瑞士死，中士伤，而晋不拔。攻之无百韩以屠周，此天下之所知也。昭子呢听说了这个武公的这番话呢，他就回答了，他说：乃屠周则无知，至于您说到我们楚国图谋周王室这件事儿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昭子呢否定了武公的这个说法。虽然，虽呢是虽然，然呢是这样，虽然呢就是虽然这样，周何故不可屠也？那么周王室为什么就不能够图谋他呢？
对曰，也就是武公啊就回答了，说君不武不恭，成不实不为。这句话呢是来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里边的原文是这样的，说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武则攻之。翻译过来呢就是指用兵之道，那么如果我军武备于敌军，那么我们可以进攻他，实则为之，如果我军的人数十倍于敌军，我呢就可以围住他啊，叫这个啊，军不武不攻，城不实不围。那么这里边这句话呢他反过来说的，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军队拥有的人数达不到敌人的五倍的话，我们是不能进攻的，我们的这个军队拥有的人数达不到敌人十倍的话，那么这个城是不能够围的。夫一州为二十进，现在我们给你算一笔账，一个周王室可以敌得过二十个晋国，这里的晋呢是指魏国，因为这个晋国分家之后，只有魏国承袭了晋国的这个称号，公之所知也，这是您所知道的。韩常以二十万之众，韩国呢曾经尝试曾经呢用二十万的这个兵力辱于晋之城下，辱呢是包围，晋呢就是指魏国，曾经呢包围了魏国的这个城市，结果是锐士死，锐士呢就是指精兵，韩国的精兵呢都死伤大半，中士伤，中士呢就是指普通的士兵，普通的士兵呢大部分都已经受伤了，而晋不拔，但是呢魏国的这个城市并没有被拿下来。公之五百韩以图周，说您现在楚国并没有像有一百个韩国那样的兵力，但是呢您却想要图谋周王室，此天下之所知也，您的这点事儿啊是天下人都知道的，您也不用再否认了。夫愿结于两州以色邹鲁之心，交绝于其生食天下，其为是危矣。夫危两州以后三川，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列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进兵，虽无功之名为弑君。夫怨结于两州，这个怨结呢就是结怨，两州呢就是指当时的东周跟西周这两个小小的国中国，你和东周跟西周这两个小小的国中国来结怨，以色邹鲁之心，色呢是堵塞啊，邹跟鲁呢都是指那种有礼仪的国家，那么你这样对待两个小周王室，就会堵塞那些尊重礼仪的像邹国跟鲁国的这个心。交绝于齐，就是指跟齐国绝交，生失天下，那么在天下呢就会失掉声誉，其为是危矣，说您这样做其实是很危险的。夫危两州以后三川，您呢危害了两州，是增强了韩国的实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三川呢是韩国所拥有的，后呢是加厚，是增强。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那么楚国方城以外的那些地方一定会被韩国所侵夺的，这里的弱呢是侵夺。何以知其然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西周之地绝长补短，西周的这个地盘啊，截去长的来补那个短的，方圆也不过只有一百里，名为天下共主，他名誉上是天下诸侯共同尊奉的这个君主，列其地不足以肥国，因为这个周王室啊太小了，所以你即便把他的土地全部都占有了，也不足以来使你楚国呢得到这个肥厚，得其众不足以进兵，即便你是把他全部的这个百姓都占有了，也不足以增强你楚国的军力，虽无功之名为弑君，虽然你没有攻打他，但是呢在名誉上你还是属于弑君，弑君呢就是指杀害天下的共主。然而好事之君，喜功之臣，发号用兵，
未尝不以周为忠使，是何也？见祭器在焉，欲弃之志而忘弑君之乱，今韩以弃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弃仇楚也。臣请辟之，夫虎肉骚，骑兵立身，人犹攻之也。若使泽中之迷猛虎之皮，人之攻之心万于虎矣。列楚之地足以肥国，驱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将以玉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吞三阁六邑以高世主，非贪而合？周书曰：欲起无先，故气难则兵至矣。于是楚计辍不行。然而好事之君，好事呢就是指好打仗的那些君主，喜功之臣，喜呢是喜欢啊，功呢是军功，喜欢那些军功的大臣发号用兵啊，发号施令，使用兵力，未尝不以周为忠使，未曾不始终把矛头指向周王室。忠呢是指这个结束，始呢是指开始，这个忠使呢放在一起其实就是指开始的意思，是何也？那么这样做是为什么呢？见祭器在焉，是因为他们看见了祭器在周王室呢，欲弃之志而忘弑君之乱，想占有这些祭器，却是利令智昏的忘记了杀害君主的罪名。今韩以弃之在楚，现在呢这个韩国认为啊，这些祭器呢都在楚国。这个以呢可以是认为，也可以是因为，现在韩国呢因为这些祭器呢都在楚国，因此呢臣就是指这个武功就说了，说我担心呢这个天下会因为祭器的事儿来仇恨你楚国，臣请辟之。那么呢我呢给你打一个比方，我这样说呢你可能不懂，我呢用这个比方来比喻一下您就明白了。这个辟呢是指打比方，夫虎肉骚，这个虎的肉呢是很腥骚的，骑兵立身，而且这个它的爪牙呢又有利于防身，说明什么意思呢？是说这个老虎的肉呢不好吃，而且呢这个老虎的爪子呢又很锋利，人犹攻之也。即便这样的话，人呢还是想攻打这个老虎。若使泽中之迷，如果让这个泽中的那些麋鹿啊，肉呢是很好吃的，再蒙上了虎的皮，这个蒙呢就是指蒙上老虎的这个皮，人之攻之必万于虎矣。那么这些人呢来攻击他的话，逮捕他的话，一定会万倍于老虎了。列楚之地，也就是拥有分裂楚国的土地，足以肥国啊，足以呢让这些国家呢得到这个增强。驱楚之名足以尊主，驱呢就是谴责，那么谴责楚国的名声足以使这些国家的君主呢得到这个尊贵。今子将以玉诛残天下之共主，现在您这个子呢就是指您，指昭子，说您呢将以玉，以贪欲，因为贪欲来诛残，诛残呢就是指诛伐诛杀天下之共主，天下之共主呢就是指周王室，居三代之传器，居呢是想拥有，想占有三代传下来的那些宝器，吞三阁六邑，这里的三阁六邑呢就是指九鼎。为什么把这个九鼎叫三阁六邑呢？是因为当年大禹造这个九鼎的时候呢，它的鼎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鼎呢是这个曲足的，就是那个角呢是弯的，有的鼎呢它里边是带这个格的，所以说叫三阁六邑，合起来呢是这个九鼎。说你楚国呢现在是这个吞三阁六邑，把这九鼎那全部都占有啊，这个吞并以高世主，这里的高呢是傲视群雄的意思啊，以高世主呢就是傲视所有的这个君王，非贪而合？那你这不是贪婪又是什么？
周书上有一句话讲欲起无先啊，所谓的欲起无先呢，就是讲要想在政治上起家，不要先倡乱，也就是不要先啊引起这个动乱，故弃难则兵至矣。因此呢，这些周王室的宝器一旦要是南迁的话，那么天下之兵就会到达你楚国的这个边境，就会征伐你楚国的。于是楚计绰不行，那么楚国想联合齐国、韩国打秦国，想趁势图谋周王室的这样一个计划就停止，不再执行了。绰呢是停止，行呢就是指施行、执行。19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于秦。20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21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22年，秦复拔我乌、黔中郡。19年呢，是公元前的280年。这一年呢，秦国讨伐楚国，楚军大败，割上庸、汉北地。这个上庸呢，是指湖北的竹山县的那一带的地方；汉北地呢，就是指汉水以北的这些土地，把这个上庸跟汉北地呢，全部都给了秦国。20年呢，是指公元前的279年，秦国的大将白起拔我西陵，拔呢就是攻下了楚国的西陵。这个西陵呢，也是一个地名，是在今天湖北省的宜昌那个地方。21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78年，秦将白起呢，遂拔我郢。这个郢呢是楚国的首都，秦将白起呢就攻下了楚国的首都，等于呢把这个楚国给灭国了。烧先王墓夷陵，这个夷陵呢是一个地名啊，它是在今天湖北宜昌的东南啊，这个郢呢是在这个湖北江陵市的北边啊，所以当时的这个楚国的首都呢，它的地点就在今天湖北江陵市的北边那个地方。烧我先王墓，把这个先王的墓地呢全部都给烧掉了。而当时呢，这个楚国先王的墓地呢都是在夷陵这个地方。楚襄王兵散啊，楚顷襄王呢，他的兵啊就这个被打散了，遂不复战啊。楚顷襄王呢也就没有在这个和秦国再举行这个战争了。东北保于陈城啊，在东北的方向呢就保于陈城。这个陈城呢就是指原来在春秋时候那个陈国的都城，后来呢这个陈呢被楚国给灭了，因此呢这陈呢就成为楚国的一个县。现在呢这个楚顷襄王被这个秦国的大将白起给撵得没地方待了，他就跑到陈这个地方，往东北的这个方向来，跑到陈这个地方呢来作为楚国的首都。陈呢就是指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等于是楚国的临时的一个都城。22年呢，是指公元前的227年，秦复拔我乌、黔中郡。秦国呢又一次取得了楚国的这个乌郡还有黔中郡这两个地方。乌郡呢，它的治所应该是在今天重庆巫山县的那一带。黔中郡呢，一般是指在今天湖南省怀化市的那一带，是黔中郡啊。黔中郡跟乌郡呢都是郡名，它的治所呢是在这个，一个是在巫山啊，在这个重庆巫山那一带，一个是在湖南怀化市的那一带。23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10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15邑以为郡，据秦。27年，使3万人驻3晋伐燕，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于秦，除使左徒弑太子于秦。23年呢，是指公元前的276年。楚顷襄王呢乃收东地兵
啊，也就是指他把原来被秦国所打散的啊那些这个兵士，还有这个楚国东地，东地呢就是指楚国东部地区，大概是指今天安徽省、江苏省啊淮河以北的那一带地区，把这些地方的兵呢全部都收集起来，一共得到了10余万人，复吸取秦所拔我江旁15邑。这个江旁15邑呢，应该是指今天巴东一带临江地区那一大片原来属于楚国的江南地带。复吸取呢，就是指楚顷襄王呢带领这10万兵啊，又重新向西取得了秦国所拿下来的楚国江旁15邑，以为郡，把它呢设置为郡，也就是等于把江旁15邑啊这一大片地方呢全部都抢下来，作为楚国的一个郡，用这个地方呢来抗拒秦国。27年呢，也就是指公元前呢272年，使30000人驻三晋伐燕。楚国呢又派出30000的人马帮助这个三晋，三晋呢就是指赵、魏、韩来讨伐燕国，复与秦平。同时呢，这个楚国跟秦国呀也开始讲和了，而入太子为质于秦。讲和之后呢，楚国人呢就把太子送到秦国去做人质。楚使左徒弑太子于秦。这个左徒呢，在这个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他就是这个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啊黄歇。楚国呢，同时派这个黄歇来陪着太子到秦国去做人质。36年，顷襄王病，太子王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戴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36年呢，就是指公元前呢263年。这一年呢，楚顷襄王啊得病了，太子王归，王呢是指逃亡，归呢是回来。太子呢听说老爹有病了，就从秦国呢逃回来了。秋天的时候呢，楚顷襄王啊就死掉了，太子熊元啊代替这个自己的老爸做了楚国的国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这个左徒呢就是黄歇啊，用黄歇呢作为这个令尹，封以吴，把这个吴这个地方呢封给了啊黄歇作为他的采邑，号春申君。所以黄歇呢在这个战国的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号叫春申君，他也是这个战国四公子之一。6年，秦为邯郸，赵告及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7年，至新中，秦兵去。12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调辞于秦。16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22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颍。6年呢，是公元前呢257年。这一年呢，秦国把赵国的邯郸给围起来了。赵国没办法，就只能向楚国告急。楚国呢，就遣是派遣将军景阳来救赵国。7年呢，就是指公元前呢256年。这一年呢，至新中。新中呢是一个地名，它今天在哪儿呢？现在已经不知道了。也就是说，楚国呢这些兵士在将军景阳的带领下呢，一直打到了新中这个地方。秦兵去，秦兵呢就离开了赵国。12年呢，就是公元前的251年啊，秦昭王死了。楚王使春申君调辞于秦，因为秦国的国王死了，所以这个楚王呢就派这个春申君到秦国呢去吊唁。吊辞呢就是吊唁。16年呢，是指公元前呢247年，秦庄襄王卒。那么这个秦国后来上来的这个国王就是庄襄王也死了，也就说明他在位的时间并不长。这个人呢在历史上没什么名，但是呢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儿子，就是后边提到的秦王赵政。
这个赵政呢，也就是秦王嬴政。那么秦王嬴政为什么叫赵政呢？这里边记载的历史呢就比较这个好玩了。因为当时呢，这个秦王嬴政他是生在赵国的，所以说呢，有人把他称为是秦王赵政。因为嬴政呢，他的母亲是赵姬，赵姬呢本来呀，他呢这个是吕不韦的一个妃子，后来呢这个秦始皇他爹，也就是前边提到的这个庄襄王，在这个赵国做这个人质的时候呢，吕不韦呢认为这个人呢是奇货可居，可以到秦国去当这个国王的，所以呢这个吕不韦不惜大价钱把他包装成这个秦国的国王，让他回去去做这个秦王。当然这个吕不韦怎么包装这个人的，这个人呢叫子楚究竟吕不韦花了多大的价钱通过怎么样的运作把他运回到这个秦国去做这个秦庄襄王，这个过程呢我们以后会这个详细讲到的，所以这里边呢就不再细讲了。总而言之呢，这个子楚也就是后来的秦庄襄王，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呢，这个吕不韦啊他手下的一个姬妾呢叫赵姬，因为这个女人呢长得是非常漂亮的。后来有一次呢，这个子楚啊到这个吕不韦家里边去吃饭，然后呢这个吕不韦啊就让这个赵姬呢出来来这个唱歌跳舞所以这个子楚呢就看上了这个赵姬。当然赵姬呢也是吕不韦非常喜欢宠爱的一个女子但是没办法，这个既然子楚呢看上她了，这个吕不韦呢就把这个赵姬啊送给了这个子楚呢做他的妻子。那么据说呢，这个吕不韦把赵姬送给子楚的时候呢，这个赵姬已经怀孕了，所以后来的这个秦始皇啊，也就是秦王嬴政，究竟他的父亲是谁？这个呢，他是很有争议的。有人说呢，他是吕不韦；有人说呢，是子楚。反正总而言之呢，这个赵姬啊，他呢是这个和他的儿子呢，也就是和这个秦王嬴政呢，就留在了这个赵国。而他的老公呢，就是这个子楚，也就是后来的秦庄襄王呢，就回到了秦国去做国王了。后来呢，这个赵姬和这个嬴政呢，也回到了这个秦国。所有的这一系列的操作呢，都是由吕不韦呢在这个幕后来完成的。所以这个嬴政啊，也就是赵姬的这个孩子，赵姬呢在名义上和子楚的这个孩子呢，也就是秦王嬴政，在这里呢又被称为是赵政。那么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47年的这一年呢，这个秦王嬴政呢就做了这个秦国的国君。当然呢，他做秦国国君的时候呢，年龄还比较小，主要是由吕不韦来替他呢执掌国政。22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41年，与诸侯共伐秦。楚国呢就跟其他的诸侯国共同的来讨伐秦国，不利而去。这个形势呢对楚国联军呢没有什么有利的，所以呢这些联军呢就撤退了。楚东徙都寿春，楚国呢这个时候又迁都了，继续把首都呢往东迁，迁到了寿春这个地方。那么寿春呢也是一个地名，它就是今天安徽省的寿县这个地方来做这个楚国的首都。同时楚国呢把这个地方呢重新取了一个名字叫郢。25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汉立，李元杀春申君。幽王3年，秦魏伐楚，秦相吕不韦卒。9年，秦灭韩。10年，幽王卒，同母弟由戴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二月余，哀王庶兄复除之徒袭杀哀王，而立复除为王。是岁，秦鲁赵王迁。25年呢，是公元前的238年。这一年呢，楚考烈王也死了，他的儿子呢幽王名字叫汉，做了楚国的国君。李元杀掉了春申君，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故事我们在读这个列传的时候呢会具体讲到这个这件事儿，因为这个在春申君列传里边专门有提这个事儿的，这里边呢我们就不再细说了。总而言之呢，这个李元把当时楚国的令尹春申君，也就是黄歇呢给杀掉了。幽王3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35年，秦国跟魏国联合起来讨伐楚国。秦相吕不韦卒，吕不韦呢当时在秦国是做相国的，他这一年呢也死掉了。
九年是公元前呢229年，秦国呢灭掉了韩国。十年，公元前228年啊，楚幽王呢也死了，他的同母弟名字叫游啊，代替他呢做了楚国的国王，也就是楚哀王。楚哀王立两个月之后呢，楚哀王有一个庶兄啊，他的名字叫傅楚，这些人呢就袭杀了这个楚哀王，而立这个傅楚呢作为这个楚王。世岁，也就是公元前的228年，秦鲁赵王迁，秦国呢攻打赵国，而且把这个赵王名字叫迁呢给抓到了。王复除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破楚军，亡十余城。三年，秦灭魏。四年，秦将王翦破我军于齐，而杀将军项燕。王复除元年呢，就是指公元前的227年，燕国的太子名字叫丹。他呢派遣一个刺客，这个人呢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他的名字就叫荆轲，来刺杀这个秦王嬴政。二年呢，就是公元前的226年，秦国派将军来讨伐楚国，这个将军呢就是大将王贲来讨伐楚国，结果这个王贲呢是大破楚军，亡十余城，楚国呢丢掉了十多座城市。三年呢，就是公元前的225年，秦国呢也灭掉了魏国。四年呢，是指公元前的224年，秦国的大将王翦打破了楚国的军队，打败了楚国的军队，是在哪儿打败的呢？是在齐这个地方打败的。齐呢也是一个地名，它的地点呢是在今天安徽省的宿州的东南，在这个地方呢是大败楚军，而且呢杀掉了楚国的一个将军叫项燕。啊，大家注意啊，因为他是姓项，所以说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后代叫项羽。啊，项羽呢后来跟刘邦联合把这个秦国呢也给灭掉了。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鲁楚王复楚，灭楚，名为楚郡云。五年呢，是公元前的223年，秦国的大将王翦还有另外一个将军叫蒙武啊，联合呢攻破了楚国，抓获了楚国的国王，也就是复楚，正式的把楚国呢就灭掉了啊。灭掉之后呢，把楚国设为是自己的一个郡，名为楚郡云啊。所以说这个郡的名字呢就叫楚郡。太史公曰：楚灵王方会诸侯于身，诸齐庆封，坐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治小天下，即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视之于人也，可不慎与？气急以乱立，辟淫秦女，甚乎哉！积在亡国。这一段呢是太史公发出来的这个评价啊。太史公就说了，说楚灵王，也就是公子围、王子围啊，方会，方呢是当时，会呢是会合啊，当时呢会合诸侯，在哪儿会合呢？在申这个地方来会合的。而申这个地方呢是它的地点呢是今天河南省南阳市的那个地方啊。诸齐庆封，这个齐国的庆封呢，因为这个在自己的国家啊有内乱，他呢就跑到了这个吴国。吴国呢也给他一个采邑，后来吴国呢被这个越国灭掉之后，越国呢又被楚国灭掉之后，那等于吴国跟越国的这些地方呢全部都被这个楚国吞并了。所以说呢，这个公子围啊，在攻打这个吞并这个过程当中，吞并这个越国的过程当中呢，就把齐国的庆封啊就给这个干掉了，做章华台，而且呢是建造了章华台。这个章华台呢在楚国是非常有名的。求周九鼎之时，向这个周王室索取这个九鼎的时候，治小天下啊，这个小呢是以什么什么为小，属于这个异动用法。志气呢，这个把天下都看得很小，即饿死于申亥之家。即呢是等到这个饿死呢，应该是属于吊死，也就是缢死。
啊，根据这个《春秋左传》的记载呢，他应该是吊死在这个申害之家。当时呢，这个楚灵王受到这个王子弃疾啊，也就是楚平王的这个攻击啊，从内部造反，所以说呢，这个楚灵王啊，他是无处可逃，就逃到了申害的这个家里边。最后呢，在申害的家里边呢，就吊死了，并不是饿死的，为天下笑。他的这个做法呢，却被天下所耻笑。啊，所以呢，这个操行之不得悲夫啊，这个操守跟品行都没有得到，这个对楚灵王来说也实在是太可悲了。事之于人也，这个事呢，就是指形式，当然呢，也可以理解成是权势。说这个权势对于人来说可不甚于，那么你在处理它、对待它的时候，能不谨慎吗？弃疾以乱立。这个弃疾也就是这个公子弃疾，后来的楚平王趁这个乱呢，他是做了楚国的国君，辟淫秦女。辟淫呢是指这个喜爱秦国的这个女人，淫呢这里边是指过度，也就是说过度的喜爱秦国的这个女孩子，甚乎哉，这也太过分了。姬在亡国，几乎呢再度使国家灭亡。这个几乎再度使国家灭亡呢，就是指这个吴国呢来攻击楚国，是由这个伍子胥来带领吴国人呢来打这个楚国，最后把楚国呢是灭掉了，而且呢也占领了楚国的首都叫郢。但是呢比较幸运的是，楚平王呢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了，是由他的儿子呢做这个楚国的国王。当然呢他爹造下来的孽都是由他的这个儿子呢来承担的。啊，这些历史呢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啊，这里呢就不再这个重复了。那么到今天为止呢，我们把这个楚世家就全部都读完了。那么从下一期开始呢，我们就读这个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与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凤首与之祀，纹身断发，披草来而易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是为越王。从今天起呢，我们读一下这个越王勾践世家啊。越王勾践，他的祖先呢是大禹的苗裔，苗裔呢是指后代的意思。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夏后帝呢就是指夏朝的这个帝王，名字叫少康。这个少康呢也是禹的后代之一，他的庶子。这个庶子呢是和嫡子相对而言呢，由这个夫人生的孩子呢是嫡子，那么由这个嫔妃还有妾生的这个孩子呢是庶子。而这个越王勾践呢，据说是夏后帝少康的庶子啊，号呢叫无虞，封于会稽。会稽呢就是一个地名啊，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浙江省的绍兴市。以凤首与之祀，凤呢是奉行，首呢是守护，以奉行守护大禹的祭祀。纹身断发，纹身断发呢是南方某些这个民族的一些习俗啊。纹身呢就是在身上画成这个纹饰，断发呢就是把头发剪掉，这个呢也是和中原国家的一些习俗相对而言的。那么中原国家的这个习俗呢，是小孩子啊，他没有这个举行加冠礼，也就是成人礼之前呢，这个头发是可以剪的，也可以理掉的。但是一旦要是举行了加冠礼，证明呢你已经是成人了，那么从这个加冠礼以后呢，你这个头发呀就不能再理了。因为在那个孝经上呢，有一句话讲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也就是说这个头发呢已经是这个父母给你的，你是没权利把它剪掉的。所以一直到死呢，这个头发也要这个留到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人呢他的这个二十几岁就开始留头发，一直到死呢他都不剪，那么
啊，到死之前这个头发应该是能拖地了，但是这没办法，这是北方啊民族的习俗。但是南方呢可能不太一样，尤其像吴越这些地方呢，因为它夏天的时候呢气候啊特别热，这头发呢拖得那么长啊，对它的这个生活生产都是不利的。所以南方的这些这个民族呢，它的这个生活习俗啊跟北方就不同了，它是断发纹身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南方的这个习俗，披草来而易焉。这个草来呢就是指荒原荒野，披呢就是开辟，披草来呢就是开辟荒原。易焉，这里的易呢它原来是一个名词，这里边呢是做动词，是建立成邑的意思，也就是开辟荒原，建立城郭，叫披草来而易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那么又过了二十余代之后呢，一直到了允常这一代。那允常呢也是一个人名啊，他也是这个越国的这个祖先之一。到允常这个时候呢，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啊，这个跟吴王阖庐呢打了一仗啊，也就是说越国跟吴国之间啊这么打了一仗，而相怨伐，怨呢是恨的意思，伐呢是讨伐，因为怨恨呢互相的讨伐。后来呢这个允常啊就死了，卒呢是死，子勾践立，他的儿子呢勾践就做了越国的国王，是为越王。元年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勾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镇，呼而自警，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醉里，射伤吴王阖庐，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吴望越。元年呢是公元前的496年，这一年呢吴王阖庐听说这个越王允常呢死了，他就兴师讨伐越国，越王勾践呢就派死士挑战啊。根据这个春秋左传的记载呢，太史公啊他是把两件事呢给合成一个了，也就是说这个吴国跟越国对峙的时候呢啊，这个越国呀首先向这个吴国啊发起了冲击，那么承担冲击任务的这些人呢就是死士。因为这些人为什么叫死士呢，就是他向这个吴国军队冲击的时候啊，他就抱着必死的信念，也没打算活着回来，叫死士。但是没想到吴王的这个军阵呢非常严整，越王勾践派的这些死士呢并没有对吴王的军阵呢造成混乱，所以呢这个吴王啊这个就发兵打越国，那么越国呢第一次呢就没有成功。后来越王勾践说，那既然这样的话不行，我就换一个招法，他就把呢在越国犯罪的那些死囚把他们拉出来排成三行，在自己的这个阵前呢排成三行，然后呢这些死囚啊这个口里边呼喊着口号，拔剑自刎，就表演了一场自杀秀。这样的话让这个对面吴国的那些军队的战士呢一看啊，那些人呢就开始议论轰轰，整个队形就乱了。而越国呢就趁着吴国队形这么一乱的时候啊，猛然的冲过去就打败了吴国。所以呢这个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镇呼而自警，其实呢这说的是两件事，但是太史公呢在这里啊就把它合成了一件事。这个陈呢是相当于镇啊，至吴陈就是到了吴镇，三行呢就是指罪人排了三行啊，然后自杀啊，趁着这个吴国阵型乱的时候，越国军队呢就冲过去了，呼而自警，呼而自警呢就是指这些罪犯呢口里边喊着口号，然后举剑呢就抹了脖子。那当然这个表演秀啊，自杀表演秀呢让这个对方的吴镇呢是感到很惊奇啊，这个吴兵可能抻长着脖子呢就看啊，大家都往前挤，这样的话呢整个吴国军队的阵型呢就会乱掉，所以呢叫吴师观之啊，就看热闹。越因袭击吴师，那越国的这个战士呢就趁势的袭击了吴国的军队，这里的因呢是趁势的意思，吴师败于醉里，那吴国的军队呢就在醉里这个地方呢就失败了。醉里呢是一个地名，它的地点呢是在今天
浙江省嘉兴市的西南，当时呢是属于越国和吴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地方啊，但是它这块地呢本身是属于越国的啊。那么在这个醉里之战当中呢，越国的军队还射伤了吴王阖庐，但是根据这个春秋左传的记载呢，并不是用箭来射伤的啊，是用戈来击伤这个阖庐的，而且把阖庐的大脚趾呢可能给砍掉了，阖庐且死。那么阖庐呢这个失败之后就带着人呢就回去了，且呢是将要在他将要死之前啊，阖庐呢就告诉他的儿子叫夫差说，必无忘越，说你一定不要忘记越国对我曾经做过的这个事儿。言外之意呢就是让吴国他的儿子夫差来替他报仇。三年，勾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士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士身于所末，上帝尽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以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交。越王乃以余兵5000人保其余会稽，吴王追而围之。三年呢是公元前的294年，这一年呢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勒兵，这个勒呢就是统的意思，就总统的那个统啊，也是带兵的意思，日夜呢带兵，且以报越，而且呢将要报复越国，这里的且是将要的意思，来报复越国。越国一听说这个信儿呢，就想先吴未发啊，想趁着这个吴国还没有报复自己的时候，未发呢就是没有报复自己的时候往伐之，就决定先发制人，前往讨伐吴国。而范蠡呢就建议这个越王勾践说，你这样做不行。这个范蠡呢是越王勾践手下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谋臣啊，所谓的这个西施啊，我们都听说过西施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和范蠡之间的这样一个非常动人的爱情故事。据说范蠡呢他在帮这个越王勾践实现了自己强大的这个复兴梦想之后呢，他就辞职不干了，然后呢他就逃到北边，又逃到了齐国，然后又逃到了那个山东定陶那个地方，后来在那个地方做买卖改了一个名字呢叫陶朱公三次发财三次散财。所以关于他的故事呢我们以后还会提到啊，所以这里就简单的先说一下。这个范蠡呢就给这个越王勾践提建议说，你这样做是不行的，臣闻兵者凶器也，我听说这个兵器其实呢就是指战争啊，我听说呢这个用兵作战的这个兵器它是属于凶器之一，战者逆德也，这个战争呢是毁坏德行的一种行为，这个逆呢可以理解成是毁坏，德呢是德性，是毁坏德行的一种行为。争者士之末也，争者呢就是互相争相争的人，争斗的人，这是事情的最下等，之末呢就是最下等。阴谋逆德这个阴谋呢就是暗中的商量谋划去做坏事，逆德呢就是做坏事违背德性。好用凶器，好呢是喜好，喜好呢使用凶器，也就是兵器。士身于所末士身于所末呢，这个末呀就是指战争，那么士身于所末呢就是指亲身的参与战争，这种末等之事也就是下等之事。上帝禁之，上帝呢就是指天地，天地是禁止的。行者不利，行者就是先行此者，也就是先做这个事儿的人，先挑起战争的这个人叫行者，是没有利可图的。那么越王勾践就说了，说吾已决之矣，我已经决定对吴用兵了，你就不要再废话了，遂兴师。于是呢就开始兴师动众的去讨伐吴国。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吴王
啊，夫差呢一听说越国先发制人来攻击自己，他呢就发全部的这个精兵，西呢是全部啊，把这个吴国的这个精兵全部都调动起来去攻击越国，败之夫椒，在夫椒这个地方呢打败了越国。夫椒呢是一个山的名字，它的地点呢据说是在今天苏州市西南的那个太湖的里边，已经被这个水埋上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当时呢这个山是存在的，越王乃以余兵5000人保期于会稽。越王勾践呢因为这次打仗他失败了，于是呢他就带着余兵，就是剩下的那些没有被吴国打死的兵士，一共还剩5000人保栖于会稽。那么这个保呢就是据守，栖呢就像鸟在这个树上或者是在高处的地方栖息一样啊。保栖于会稽呢就是在会稽这个地方来据守对抗这个吴王，吴王追而为之。那么吴王夫差就带领吴兵呢追击越兵，而且把会稽这个地方呢给围起来了。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固至于此，为之奈何？”礼对曰：“持蛮者与天，定亲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谓之，不许而身与之事。”勾践曰：“诺。”乃令大夫众行成于吴。西行顿首曰：“君王，王臣勾践使陪臣众感告下执事，勾践请为臣，妻为妾，吴王将许之。”子胥言于吴王曰：“天以月赐吴，勿许也。”仲桓以报勾践，勾践欲杀妻子，反保气，处战已死。越王勾践呢就对范蠡说了，说以不听子固，以呢是因为不听你的话，子呢是你范蠡，故呢是话，因为不听你的话，至于此才导致我们越国失败的，为之奈何？那说现在呢我们已经被吴王给围上了，现在应该怎么办呢？礼对曰，范蠡呢就回答了，说持蛮者与天，定亲者与人，节事者以地。这句话呢历来史家对他的解释呢是有很多争议的，那这里呢我们只取一种啊，这个持蛮者呢是充盈而不满出来的那些人叫持蛮者，也就是说这个容器里边呢它是装满了，但是呢并没有冒出来，这个叫持蛮者。与天，这个与呢是帮助的意思，天呢就是上天，那么这句话呢应该理解成上天呢会帮助那些充盈但是没有溢出来的那些人，叫持蛮者与天啊。或者呢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充盈而没有溢出来的这些人呢跟天道是一起的，是顺应天道的，这个与呢也可以理解成是顺应。定亲者与人，定亲呢就是指平定但是没有倾覆的那些人啊，叫与人啊。那如果用第一种方法来理解的话呢，就是人呢会帮助那些稳定但是没有倾覆的人。当然呢这个与也可以理解成是顺应，也就是平定而没有倾覆的那些人会顺应人事。节事者以地，节事者呢就是指节制事理的这些人，那么大地呢会帮助他，或者是节制事理的那些人会顺应大地的规律。卑辞厚礼以谓之，说我们这个越国现在被吴国呢围在了会稽山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儿就是卑辞。所谓的卑辞呢就是你的言辞一定要谦卑厚礼，而且呢要想跟吴国和谈的话一定要带着这个厚厚的礼物以谓之，把这些东西呢都给他。仪呢是读成谓，是送予送给的意思。不许，如果吴国不答应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儿，叫而身与之事。这里的语序呢可以稍微调整一下，把这个事字调整到身字前边，而身事与之。那么事呢可以理解成是卖，而卖身给他，这个之呢就是指吴王，说如果吴王接受了我们的这些礼物，但是呢他还是不答应和我们和谈的话，我们就卖身给他，这个事呢是卖的意思。
勾践说好，诺呢就是好，古人呢会回答别人的这个问话都会说诺，乃令大夫众形成于吴。于是呢让这个手下的另外一个大夫叫文仲，这个仲呢是一个人名啊，他姓文叫文仲啊，让他形成于吴，带着这个碑词，带着厚礼跟吴国呢去和谈。形成呢就是指和谈。西行顿首曰，这个文仲呢到了吴王的前面，然后呢就跪在那里，用膝盖做这个脚往前行，叫西行。顿首呢就是磕头啊，西行磕头，然后跟吴王就说了，说君王，王臣勾践。这个王呢是指拜王，臣呢就是指臣子，君王呢就是指吴王夫差。说吴王夫差，您的失败的大臣勾践派陪臣，这个陪臣呢就是指文仲自己，因为他是这个勾践的臣，而勾践呢又是吴王的臣，所以说呢这个文仲呢就自己谦称为陪臣，说派我来这个赶告下执事。下执事呢就是指吴王手下的那些办事人员，勾践请为臣，妻为妾。那么越王勾践呢请求做您的臣子，他的妻子呢是请求作为您的妾，吴王将许之。吴王阖庐一听说文仲这么谦虚，而且送了这么多礼过来，他就将要答应这个越国跟吴国请和这样的一个要求。子胥言于吴王曰，这个子胥呢就是伍子胥。伍子胥呢本来是一个楚国人，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这个楚国人呢因为他的爸爸跟哥哥呢都被楚国人楚平王给干掉了，所以呢他就决定跑到吴国来向自己的祖国楚国呢来报复。后来呢这个吴国确实啊也替他完成了这个夙愿，所以伍子胥呢就一直留在吴国做这个吴王阖庐的大臣。后来这个阖庐死了之后呢伍子胥呢又开始做这个夫差的大臣。那么在这个阖庐当王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器重伍子胥的，但是呢到了这个夫差上台之后呢，夫差看着这个老头就不顺眼，所以说呢伍子胥不管提什么意见，夫差呢都不喜欢听。而这个夫差呢还自己有一个非常宠信的大臣叫伯嚭，他就喜欢听这个伯嚭的话。而这个时候呢伍子胥啊跟这个吴王夫差就提了，说越国现在想跟您讲和，您呢现在千万别跟您讲和，因为什么呢，天以月赐吴，这是上天把越国赐给我们吴国，勿许也，我们千万不要答应他，直接就把他拿下就完事了，把他灭掉。仲桓，仲呢就是文仲，文仲啊他就回来了，以报勾践，就把这次和谈的结果呢就报告给勾践了。勾践一听说吴国不想跟我们和谈，勾践呢他的怒火就上来了，就决定要拼命了，欲杀妻子。那么在拼命之前呢，决定先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先干掉，反宝器，把这些这个宝器呢全部都烧掉。这个反呢就是烧，处战以死，处战呢就是拼死一战，就是玩命啊，跟吴国打一仗，反正都是死，那么还不如跟他拼命打一仗而死，这样呢也死得其所，叫处战啊，就是拼死一战，以死啊，打一仗以死，那么也值了。仲指勾践曰，夫吴太宰嚭贪可又以利，请践行言之。于是勾践以美女宝器令仲践献吴太宰嚭，嚭受，乃见大夫仲于吴王。仲顿首言曰，愿大王赦勾践之罪，进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勾践将尽杀妻子，凡其宝器，悉5000人处战，必有当也。这个文仲啊一看勾践要玩命，他就制止了勾践。他说这个吴国的太宰嚭，这个太宰嚭呢就是我说的那个伯嚭啊，他呢是受吴王夫差宠信的一个人。前面的这个福字呢是语气词，可以不用翻译。说吴国的太宰嚭，太宰呢是吴国的一个官职，也就是除了吴王之后他的官职是最大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宰相啊。太宰嚭呢这个人非常贪婪，这个贪呢是贪婪，可诱以利，那么可用这个利益来诱惑他，请践行言之。
这个践行呢是秘密的进行，请让我秘密的进行去和他说，就是私自找这个太宰匹来和谈这个事儿。因为太宰匹呢会对这个夫差啊施加他的影响，所以我们只要把太宰匹的工作做通了，那么利用太宰匹去跟吴王夫差去说，那么和谈的事儿呢就会这个完成。这是文仲啊出的一招啊。于是呢这个勾践就答应了，他呢让这个文仲带着美女和宝器，这个宝器呢通常是指在这个宗庙里边祭祀用的那些这个宝器啊，带着这两样东西让文仲呢见献吴太宰匹，见呢就是秘密的，献呢是献给，秘密的献给吴国的太宰匹。结果这个太宰匹呢就接受了越国文仲带过来的这些礼品，他接受了之后呢乃见大夫仲于吴王，这里的见呢是引荐。于是他就把这个越国的大夫文仲呢引荐给了吴王夫差，仲顿首言曰，那文仲见到吴王夫差之后呢又开始磕头，磕头之后又开始说了，说愿大王赦勾践之罪，希望您能够赦免越王勾践的罪过，进入其宝器，进呢是全部，那么入呢是献出，越国呢将献出全部的这个宝器给您，不幸不赦，勾践将尽杀妻子。如果非常不幸的是您不想接受这个越国给您的这些宝器，而且呢也不赦免越王勾践，那么勾践呢将要全部的杀掉他的妻跟子，凡其宝器把他的宝器呢全部都烧掉，西五千人处战，西呢是动员剩下的这个五千个死士和您的拼死一战，必有当也。这个当呢就是指让你付出的那种相应的代价叫当，必有当也。也就是说如果越国的这个五千个死士要真跟您玩命的话，您也不一定会占到便宜。匹因说吴王曰，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吴王将许之，子胥进谏曰，今不灭越，后必毁之。勾践贤君，重礼良臣，若反国，将为乱。吴王弗听，卒赦越，罢兵而归。那么这个文仲啊把这些话跟吴王一说之后呢，吴王当时可能就犹豫了。而这个时候伯匹呢因为接受了越国给他送的这些财货，他呢就趁势的去说服吴王夫差，他就说了，说越国以服为臣，这里的以呢是通那个已经的以，说越国呢已经臣服了，是作为您的臣子，若将赦之，如果您呢将要赦免他的话，此国之利也，这是我们吴国的利益，对我们吴国来说是有利的。吴王将许之，吴王夫差呢一听伯匹这样讲，他就将要答应越国的讲和。而伍子胥呢这个时候一看不好，他马上又跟这个吴王夫差就进谏了，他说现在我们要不把越国灭掉的话，后必悔之，那么以后一定会后悔的。勾践呢是贤君，越王勾践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贤明的君主，文仲跟范蠡呢又是国家的良臣，良臣呢就是指那些好的大臣。如果反国，若呢是如果，反呢是通带走之的那个反啊，反呢就是返回去，如果让他们返回到越国的话，将为乱，将来呢一定会为我们吴国制造乱子的。吴王弗听，弗呢是不，吴王就没有听啊伍子胥的建议，卒赦越，最终呢就赦免了越国，罢兵而归。罢兵就是撤兵，撤兵呢就回去了。勾践之困快急也，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仲曰，汤系下台，文王求有礼，晋重耳奔敌，齐小白奔举，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惧不为辅乎？越王勾践呢在会稽这个地方呢就被困住了，他是喟然叹曰，喟然呢就是指叹气的那个样子叫喟然，他就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说，吾终于此乎？我最终会老死在这个地方吗？
文仲呢一看越王勾践呢非常悲观啊，然后呢他就上前解释，他说汤系下台，这个汤呢就是指商汤，说商汤呢当年被关在下台这个地方。下台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河南省的禹县的南边。下台当时呢又叫这个君台，文王求有礼。这个文王呢就是指周文王，周文王呢被这个商纣王给关在了有礼这个地方。有礼呢也是一个古城的名字，是在今天河南省汤阴县的北边啊。后来呢这个周国的群臣呢，因为周文王呢有很多这个好的朋友，这些人呢用这个美女跟宝马将周文王呢从有礼这个地方赎出来了，所以说叫文王求有礼啊。接下来还有一个是公子重耳奔狄，这里的狄呢是指生活在晋国的北部的一支狄人部落。因为这个重耳呢遭受这个利基之患呢，所以说他不能在晋国再待了，所以他就跑到这个敌人的部落里呢去这个躲起来了。后来呢当然他开始流浪啊，在外边流浪呢一共是19年，又到了宋国，又到了这个齐国啊，又到了郑国、楚国，最后到了秦国。从秦国呢最后返回到晋国，当上了晋国的国君，而且呢让晋国成为当时春秋有名的霸主。而晋文公重耳呢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这个晋文公。齐小白奔莒，这个齐小白呢就是指这个齐僖公的儿子，也是齐襄公的弟弟。后来呢这个襄公啊因为跟自己的妹妹文姜啊这个通奸啊，所以说呢导致这个齐国呢最后发生了内乱。那么这个公子小白呢在齐国呀也没办法待下去了，他就跑到莒国呢去避难。后来呢这个在这个莒国的帮助下啊，还有这个魏国的帮助下呢，还有加上这个齐国国内的啊国高二世的协助，那么公子小白呢回到了齐国，当上了这个齐国的国君，也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齐桓公啊。因为他用了管仲呢，所以让这个齐国呀也变得非常强大，成为了这个春秋五霸之一啊。所以这个齐桓公跟晋文公这两个人在这个春秋的历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说齐小白当年呢跑到莒国去，齐族王霸，说这几个人呢最终不是称王就是称霸。当然这个称王呢是指前边这两个人，叫汤呢就是指商汤啊，称王呢还有一个就是周文王。当然周文王呢最后他并没有这个建立周朝啊，是由他的儿子周武王创立了这个周王朝。所以说呢这个商汤跟周文王是属于称王这里的，而这个公子重耳还有这个公子小白是属于这个称霸的。所以说这里边叫讲齐族王霸，族呢是最终的意思。由是观之，那么从这件事上来看，何惧不为福乎？惧呢是救的意思，说为什么就不能是一个福气呢？啊，因为古人叫讲啊，叫福兮祸之所依，祸兮呢福之所伏，所以呢这个福跟祸呢是互相依存的。其实呢这个文仲啊他说话的意思呢，说虽然我们现在啊被困在这个会稽这个地方，但是对我们越国来说呢，表面上看是祸，但是未尝不是福。所以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叫何惧不为福乎？惧呢是救或者是急的意思。为什么啊被围在会稽山就不能成为我们越国的福气呢？无极射越，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志胆于坐，坐卧即阳胆，饮食亦长胆也。曰：汝望会稽之耻也，身自耕作，夫人自知，食不加肉，衣不重彩，折节下贤人，后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众不如礼，田府国家，亲附百姓，礼不如众。于是举国政，主大夫众，而使范蠡与大夫这集形成，为至于吴，二岁而吴归礼。
无极赦越，吴国呢既然已经把越国给赦免了，这个极是在什么什么之后，吴国呢赦免了越王勾践之后，越王勾践呢就返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当中，这个返是通那个带走之的那个返，乃苦身焦思，苦身呢就是苦身经营，焦思呢就是深思熟虑，志胆于坐，志呢是放，胆呢是猪的苦胆，把猪的苦胆呢放在自己的座位旁边，坐卧即养胆，不管是自己坐着还是躺着啊，都要尝一下这个苦胆，养呢是尝，饮食亦尝胆也，自己呢在吃饭的时候也要尝一下这个猪的苦胆，意思呢就是不要让自己忘记当年受到吴王的这个羞辱。越王勾践就说了，鲁望会稽之耻也，他每次在尝这个苦胆的时候呢都会自己讲说，你难道忘记会稽的那场羞辱吗？这个会稽之耻呢就是指吴王在会稽山这个地方呢把自己给围起来，身自耕作，身呢是亲自的意思，自呢就是自己，自己呢亲身耕作，耕作呢就是到田里边去耕田去种地，夫人自织，他的夫人呢也自己织布，食布加肉，吃的饭呢也没有超过两个菜的，而且呢这个菜呢都是属于那种非常简单的这种菜啊，没有这个肉类的东西呢加到自己的饮食里边，衣不重彩，这个重彩呢是指颜色，颜色呢是很单调的，穿的衣服呢也没有任何的花纹跟装饰，表明自己呢非常的这个啊辛勤勤劳啊，折节下闲人，折节呢就是指放下了自己的这身段，叫放下架子，叫折节，下呢在这里边是做动词，也就是等于礼贤下士的意思，也就是把自己放在啊闲人的下边，叫下闲人啊，厚遇宾客，优厚的对待宾客，遇呢是对待的意思，振贫吊死，振呢是通那个振济，振救的那个振，也是救济的意思，振贫就是指救济那些贫穷的人，吊死对那些死亡的国民呢自己亲自去吊唁，与百姓同其劳，和百姓呢同甘共苦，共同劳作，欲使范蠡治国政，欲呢是想让范蠡治理国家政事，那意思呢就是想让他做这个宰相啊，范蠡就回答了说，兵甲之事纵不如礼，兵甲之事呢就是指战争，指打仗，说在外边用兵打仗，像这一类的行伍之事呢，文仲是不如我范蠡的。田府国家，这里的田呢它是通那个镇，就是镇子的那个镇也就是通那个带金字旁加一个真的那个镇子的镇，意思呢是镇府，府呢是主持管理，镇府国家呢就是指安抚国家，亲附百姓，让百姓呢亲附自己，那么我范蠡呢就不如文仲了，于是呢举国政，举呢就是把整个这个国家的政事全部都嘱托给委托给大夫文种，而让这个范蠡呢和大夫浙吉，浙吉呢也是这个越王勾践手下的一个大夫，让这两个人呢行程到这个吴国去这个谈判，为质于吴啊，让他们两个呢作为这个人质到吴国去。二岁而无归礼，这个二岁呢有的传世文献上记载应该是三岁，所以这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太史公写成二岁啊，那么三岁也好二岁也好，我们如果按照文本来翻译的话呢，就是两年之后吴国呢把这个范蠡呢给还回来了啊，不让他在这个吴国做人质了，当然有的传世文献上讲的是三年，三年之后呢这个吴王让范蠡回到了越国，勾践自会稽归七年，抚寻其市民，欲用以报吴大夫庞同谏曰，国心流亡，今乃复阴极，善事背立，无必惧，惧则难必至，且鸷鸟之机也，必逆其行，今夫无兵加其进，
愿身于楚越，民高天下，实害周氏，得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其亲楚附近以后吴，吴之至广必侵占，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成其弊，可克也。勾践曰：善。勾践呢，从这个会稽回到这个越国呢，一共是七年了。当然，这个七年呢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个勾践呢，在吴王那里做这个人质呢，实际上做了三年。三年之后呢，这个勾践回到了这个越国，再经过七年之后，合起来应该是十年了。所以说这里边的七年是有争议的。复寻其市民，复寻呢，就是指抚慰抚恤他的老百姓。前面这个抚字呢，可以理解成是抚慰，后边这个寻呢，可以理解成是抚恤。抚寻其市民，这里的市呢，应该主要指士兵，民呢，主要是指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所以合起来呢叫市民。欲用以报吴，这里的用呢是通那个因，因为的那个因，想要通过他们，想要用他们，或者是想要委托他们来报复吴国。大夫庞统谏曰，这里的冯字呢是读庞，庞统呢也是越王勾践手下的一个谋士，他呢就对越王勾践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国心流亡，流亡呢可以理解成是灭亡，国家呢刚刚被灭亡，今乃复因己，今呢是现在，乃呢是旧，复呢是重新，因己呢是指这个物资的供应呢是非常的充实富裕了，叫因己，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越国呢确实重新呢又恢复国力了。善事备立，善事呢就是指整治修整，备立呢就是指军备，备呢应该是指军备，立呢应该是指作战用的兵器。那么我们修缮我们的军备，吴国听说之后一定会恐惧的，叫吴必惧，惧则难必至。那么吴国一旦要是恐惧的话，他们就会攻击我，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祸难呢就会到达了，且鸷鸟之机也。然后呢这个庞统啊就给越王勾践提出了一个比喻，他说您看到没有，那个鸷鸟就是指那一类在天空当中飞行的猛禽，那些鹰啊或者是这样那种抓鸟啊抓兔子的那种大鸟，说这一类猛禽他们在攻击的时候必逆其形，一定呢会把自己的形状呢会藏起来，这个形呢当然就是指它的翅膀啊或者是它飞的那个姿态啊，也就是说它将要攻击的时候一定会把它的羽翼呢给它收敛起来，然后突然呢对动物发动攻击，叫必逆其形啊。今夫吴兵加其进，现在呢这个吴国的兵力攻击齐国跟晋国，怨身于楚越和这个楚国越国呢深深的结怨。民高天下，这个民高天下呢可以理解成是这个名声显赫于天下，实害周史，实际上呢对周王室呢它是有很大的害处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周王室是天下共主，那么这个吴国呢在东南这个方向向北呢侵略中原，危害到了周天子的这个统治的秩序。因此呢这个庞统呢就说吴国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呢是危害了周王室，得少而功多，他的德行呢很少，但是呢他的这个杀伐特别多，这个功呢可以理解成是讨伐，是军功他对外的这种征伐呢也是非常多的。必淫自矜，这里的淫呢是放纵，自矜呢是自大自夸，那么也就是指吴国呢对北方用兵一定呢会这个放纵自己的这种自夸自大的这种态度，为越计，那么为越国来考虑，也就是说从越国这方面来考虑的话，莫若结其亲楚附近不如结交齐国，亲附楚国，归附晋国以后吴。这里的后呢有两个解释，一个呢是后代
啊，也就是说通过结交齐国啊，亲附楚国，归附晋国，来后代吴国。这个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使谁谁谁啊，这个显得非常浩大啊。那这样的话呢，也就是结交齐国，亲附楚国，归附晋国，来使吴国显得非常浩大。吴之志广啊，那吴国的志向呢也是非常这个膨胀的。志广呢，志呢可以理解成是野心，广呢可以理解成是膨胀。志广呢就是吴国的野心呢不断的膨胀，必侵占。那么吴国的野心呢逐渐的膨胀之后呢，他一定会轻视这个对外打仗。所谓的侵占呢，就是乐战好战啊，不把这个对外发动战争呢当成是一回事儿，叫必侵占。是我连齐全，这个齐呢是前边指的那个齐、楚跟晋这三国，连呢是连接，全呢是势力。所以呢我们越国呢可以连接前边提到的那个三国的势力，三国伐之，那前面这个齐、楚、晋三个国家呢联合起来之后，就会共同的讨伐吴国，越成其弊。越国呢在等这个三国讨伐吴国之后，再承接他所受到的那个烂摊子，也就是说再接着这三国打击吴国之后给吴国造成的那种烂摊子，我们可以越国继续攻击吴国，可克也。那么吴国呢就会被我们越国一举拿下，克呢就是攻克的意思。勾践曰善，勾践一听这个主意呢就说好，你这个主意是非常不错的。居二年，吴王将伐齐，子胥谏曰不可，臣闻勾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吾有越复心之急，其与吴介玄也，愿王视其先越。吴王弗听，遂伐齐，败之艾陵，鲁齐高国已归，让子胥。子胥曰王无喜，王怒，子胥欲自杀，王闻而止之。居二年呢，就是又过了两年，也就是公元前呢485年的这一年，吴王呢将要讨伐齐国，伍子胥呢就提出了建议，说未可，未可呢就是不行。我听说勾践这个人吃的饭不重味，也就是没有两个菜，吃的非常简单，与百姓同苦乐，平时呢跟百姓一起夏天工作啊，同苦同乐，此人不死的话一定会成为我们吴国的祸难的。吴有越，吴国呢有越国在我们南边的存在，复心之急，做一个比喻的话，就是把越国比喻成是我们的腹和心长的那个疾病。腹呢就是肚子，心呢就是心脏，是指我们内脏里边长的这个病。齐国对于吴国来说，这个禹呢是通那个鱼，就是鱼市的那个鱼，翻译过来呢是对鱼的意思。齐国对于吴国来说，介玄也啊，玄呢就是皮肤上的这个长的一种皮肤病，介跟玄呢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提的那种牛皮癣，看起来呢可能不是特别美观，但是呢对人的生命是没什么影响的，叫介玄也。所以他这样的比喻呢就是指越国对这个吴国来说呢就是肚子里边的病，这个病要是不治的话，将来对人的生命是有危险的。但是齐国对吴国来说呢，就好像是皮肤上长的那种牛皮癣，看起来呢不是特别美观，但是对我们吴国的生命是没有什么危险的。愿王视其先越，希望您释放齐国，也就是把齐国放在一边，先收拾越国，先攻打越国。吴王弗听，吴王夫差呢也没有听伍子胥的建议，遂伐齐，决定了讨伐齐国。遂呢是于是，于是呢就讨伐齐国，败之艾陵啊。吴国和齐国呢在艾陵呢打了一仗啊，结果呢是吴国大胜。这个艾陵呢是春秋的时候齐国的一个城市的名，它的地点呢大致是在今天山东省莱芜县的这个东北。在艾陵呢，吴国就把齐国给打败了，而且呢还抓获了齐国的高国。
这两个大家族的宗主乙归把他带回到这个吴国来了。这个国高二世呢，在齐国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当时呢，这个周武王在分封诸侯的时候呢，让这个姜子牙到这个齐地呢来做这个使封君，同时呢给他安排了国氏跟高氏两个大家族。因为这个齐国呢，它是属于侯爵国家，那么按照周礼来规定呢，侯爵国家设置的三个卿啊，也就是三个国家级的领导人，必须是有两个由这个周王室来任命的。那么齐国的国君呢，只有一个名额呢可以自己来任命，也就是说当时呢，这个周王室是规定的，像齐国这类的侯爵国家只能有三个卿，你不能超过这个数。那么这个三个卿当中有两个卿呢，就是由周王室亲自任命的，这两个卿呢就是当时的国氏跟高氏。所以这两个大家族呢，在齐国是这个世世代代的两个这个大家族。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爱陵之战，吴国呢打败了齐国，而且呢还抓获了齐国的国高二世的这个两个大家族的掌门人乙归，说明他的这个战争的成果是非常大的。让子胥，让呢是责让，他回来之后呢就责让伍子胥，说你不让我去跟齐国打仗，你看怎么样，我打赢了吧，啊，这个你不想让我们吴国赢，你肯定是居心不良。子胥曰：王无喜。这个伍子胥呢一听啊，吴王夫差呢来批评自己，他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这个吴呢是不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当然呢在史记里边只记了这三个字，实际上伍子胥肯定还说了很多话的，那意思就是打齐国你表面看起来你占了便宜，但是呢并没有解决我们吴国的真正的问题，我们吴国真正的问题是南边的那个越国，对我们才是真有威胁的。王怒，这个吴王夫差呢一听就怒了，说我打赢了你也不说我好啊。子胥欲自杀，这个伍子胥呢一看王怒了之后呢，他就想自杀，王闻而止之。吴王夫差呢说，那算了吧，别因为这个事儿您就自杀呀，这样名声也不好。他呢听说之后呢就制止了伍子胥，没有让他自杀。当然这一点呢是有这个争议的啊。根据《国语》的记载呢，说这个伍子胥啊，实际上呢也是就是这个时候自杀的。而根据《左传》的记载呢，这个吴王啊，他在打齐国之前，伍子胥呢就已经自杀了。所以说这个历史的记载呢是在这个地方有争议的。但是根据《史记》来讲呢，说这个吴王打完了这个齐国回来之后呢，伍子胥想自杀，他又没让他自杀。所以说这个历史的存在呢，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究竟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越大夫众曰：臣观吴王正交矣，请常侍之代粟以补其事，请待吴王欲与。子胥见无语，王遂与之，越乃思喜。子胥言曰：王不听见，后三年无其虚乎？太宰匹闻之，乃数与子胥争乐毅。因谗子胥曰：五原冒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其原强健，以尔有功，用事反怨王。王不备五原，原必为乱，与庞同共谋，缠之王。越国的大夫呢文仲啊，这个时候就说了，说我观看呢，这个臣呢就是指文仲，观呢就是观察啊，通过我的观察呢，我发现这个吴王啊执政的时候非常有傲气，这里的骄呢就是骄傲的意思，有傲气。请侍常之代粟，代粟呢就是借粮，请呢常侍向这个吴国借粮，借一下看看看吴国态度是什么反应，以补其事，这里的补呢就是试探的意思，来试探一下吴国的态度，通过借粮这件事儿来试探一下吴国对我们越国是一个什么态度，叫以补其事，请待吴王欲与。于是呢这个越国就以自己呢发生了饥荒为由，向吴国呢来借粮，代呢就是借的意思。吴王一听说这个越国呢有了饥荒，就想呢把这个粮食给这个越国，欲与呢，欲是想，与呢是给，想给这个越国。但是伍子胥呢又提出来说不行，谏呢就是提出来建议，说不要把这个吴国的粮食给越国。王遂与之，这个吴王夫差呢一看这个伍子胥啊，他就
头疼就头大啊，而且呢他的建议呢也不听啊。吴王夫差呢于是就把这个粮食呢借给了越国，越乃思喜，越国呢就非常的高兴。这里的这个思呢就是指私下的意思，也就是说暗自窃喜。子胥言曰，伍子胥呢这个时候就说了，说王不听谏，您不听我给你提出的建议，后三年无其虚乎？那么再过三年，吴国大概要成为废墟了吧。啊，这里的虚呢就是指废墟的意思，也就是暗指国家呢会灭亡。太宰匹闻之，太宰匹呢和这个伍子胥啊，他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太宰匹一听说之后呢，乃数与子胥争乐毅，数呢是多次屡次多次的呢跟伍子胥在争，争什么呢？争乐毅。所谓的乐毅呢就是讨论对乐的政策啊，经常呢这两个人啊在吴王面前呢争的是耳红脖子粗。因谗子胥耶，啊，因呢是趁势，谗呢是进谗言，趁势呢就进谗言啊，来诋毁伍子胥。他就说了，说伍元这个人貌呢是忠诚的，也就是说表面上啊看呢他是很忠诚的一个人，伍元呢就是伍子胥啊，貌啊忠诚而实忍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这里的忍呢就是残忍，其父兄不顾，那么他呢不顾自己的父兄，顾呢是怜念的意思啊，他不怜念自己的父兄，安能顾王？他连自己的爸爸跟哥哥他都不顾，他怎么可能来怜念您大王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当年呢这个伍子胥啊和他的哥哥呢两个人商量说，这个老爸呢啊被这个楚平王啊给逮住了，楚平王啊就跟这个哥俩讲说，你们两个回来，那么我呢就饶过你们一家人，你爸我也不杀了，你们哥俩我都不杀。实际上楚平王呢这是撒谎，而且呢楚平王呢这个谎呢已经被这哥俩给识破了，所以这哥俩呢就商量说呢，这个回去陪老爸受死啊，由我哥哥来做，那么你伍子胥呢就逃跑，你呢要争取为我们两个报仇。所以说呢这伍子胥啊就从楚国跑到了吴国。这里边呢这个太宰匹呢就把这事儿啊给提出来了，说这个伍子胥呢不顾当年自己的父兄的生命的安危，自己呢跑到了吴国，那这样的话他怎么可能来顾念你吴王夫差呢？所以这句话呀是非常有力度的。王前欲伐齐，吴王您啊，以前呢想要讨伐齐国的时候，伍元呢强谏，这个元呢就是指伍子胥，伍子胥呢这个勉励的啊，这个一定要强谏。所谓的强谏呢，就是尽力的阻止你，不让你去讨伐齐国，以而有功，以而呢是随后，随后呢您讨伐齐国呢有了军功。用事反怨王，用的是因，因这件事呢他反而会怨恨你吴王夫差的。王不备伍元，说您要是不防备伍元的话，元必为乱，这个伍元呢是一定会作乱的。于是呢这个太宰匹就跟另外一个谋臣叫庞统，两个人呢就共同的商量谗之王，也就是在这个吴王的面前呢进伍子胥的谗言。王使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褒姒，王乃大怒曰，伍元果欺寡人，亦反使人刺子胥蜀楼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曰，我令尔父霸，我又力弱，若出欲分吴国半与我，我不受，以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曰，必取吴衍至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于是吴任匹政。这个吴王夫差呢一开始啊并没有听从这两个人说伍子胥的坏话，不从呢就是没听，乃使伍子胥于齐，使呢是派，就派遣伍子胥呢到齐国去出差，闻其托子于褒姒，听说呢这个伍子胥把自己的儿子呢委托给齐国的褒姒，这个褒姒呢在齐国也是一个大家族大贵族，王乃大怒。吴王夫差呢就非常的生气，他说了，
说伍子胥这个人果然是欺骗寡人，寡人呢就是指吴王夫差，义反，这个义呢就是指吴王跟这个齐国打的那场战争，也就是爱陵之战。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呢，这个吴王夫差从前线返回来，使人赐子胥蜀篓剑啊，派人呢赐给伍子胥呢一把剑，这把剑的名字呢叫蜀篓，蜀篓呢是这把剑的名字，以自杀，让这个伍子胥呢自己把自己抹了脖子就算了。子胥大笑曰，伍子胥在临死之前呢就哈哈大笑，而且呢他说了下边这段话，他说我令尔父罢，我令呢是让，我让你的父亲，尔呢是你，我让你的父亲何卢称霸于中原，霸那是称霸，我又立弱，那你爹死了之后呢，我又把你立起来，这个弱呢就是指吴王夫差啊，也是你的意思，我又把你立起来做吴国的国君，若初欲分吴国半与我，你当初的时候呢还想把吴国的一半分给我伍子胥，但是呢我伍子胥并没有接受你的这个封赏，以是指事隔不久，也就是指后来呢，今若反以禅诛我，今是现在呢，你若呢还是你呢反而因为谗言想要诛杀我，嗟乎嗟乎，是指伍子胥当时仰天长叹发出的语气词，说一人故不能独立，这个一人呢就是指独夫，也就是暗指吴王夫差，说你吴王夫差呢本来就是不能独自立国的。报使者曰，然后呢这个伍子胥就让这个使者就告诉这个使者说，必取吾眼至吾东门，你呢一定在我死之后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放置在吴国啊国都的东门，挂在那个地方，挂在那儿干什么呢，以观阅兵入野啊，让我的眼睛来观看一下以后阅兵是怎么进入我们吴国国都的啊，也就等于我要亲眼看一下越国是怎么灭掉我们吴国的。于是吴任匹政，他说完这番话呢肯定就是自杀了，自杀之后呢这个吴王夫差就任用伯匹做吴国的执政。居三年，勾践召范蠡曰，吾以杀子胥，导于者众，可乎？对曰，不可。居三年呢是指又过了三年，也就是公元前的483年的这一年，越王勾践呢就招这个范蠡，就说了，说吴国呢已经把伍子胥呢给杀掉了，导于者众，导于呢就是指那些向国王谄媚啊，这个进谗言的这些人非常多，也就是指围绕着吴王夫差周围的那些奸佞之臣是很多的，可乎？我们现在攻击吴国可不可以？对曰，就是指范蠡回答勾践的话，说未可，这个时候呢时机还不到，不能攻击吴国。至明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勾践复问范蠡，礼曰可以，乃发檄留2000人，交士40000人，军子6000人，诸御1000人，伐吴。吴失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据天下闻之，乃密之。吴王以蒙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夺，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至明年春，这个明年呢就是指公元前的482年的春天，吴王夫差呢北会诸侯于黄池，这个黄池呢是一个地名啊，他呢就举行了这个黄池之会啊，黄池之会呢当时被认为是吴国向北方称霸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场盟会啊。这个黄池呢是当时宋国的一个城市的名字，是在今天河南省封丘县的西南，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吴王夫差决定呢召集黄池之会，吴国的精兵啊从王，也就是跟着这个吴王夫差一起过来的，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只剩下了这个老弱病残的人还有吴王夫差的太子留守在自己的国都。
来看家，留守呢就是指留在家里边看家。勾践呢复问范蠡，说我们现在攻打吴国可不可以？范蠡呢就回答说可以，乃发檄留2000人。这个檄呢是檄于流呢，本来是指流水，檄于流水的这些人就是指那些训练有素的水兵，一共是2000人，教士4000人。教士呢就是指经过专业训练的那些战士，训练有素的那些人叫教士，一共是4万人。还有君子6000人，这个君子呢就是指那些受到过好的教育的禁卫军，也就是军队当中的战斗的精英，一共是6000人。还有诸御1000人，这个诸御呢就是指管理各类军政事务的这些人，一共呢有1000个人，联合起来讨伐吴国。吴失败，那么吴国的军队呢在和越国的战争当中啊，他就打败了，遂杀吴太子，而且呢越国还把吴国的太子呢给宰掉了。吴告急于王，也就是呢这个吴国赶紧派使者向这个身在黄池的吴王夫差来报告自己的老家被端的这样一个消息。王方会诸侯于黄池，王呢就是指吴王夫差，方会诸侯于黄池，方呢是此时此刻，会呢是会合，在黄池这个地方呢正会和诸侯开会呢，惧天下闻之，惧呢是害怕，害怕天下呢听说自己的老家被端的这样一个消息，乃密之，就把这个消息呢啊给他封锁了。密呢就是让这个消息呢没有往外传啊，让它变成一个秘密啊，不让大家都知道。吴王已盟黄池，吴王夫差呢在黄池举行完盟会之后，乃使人厚礼以请成悦，乃派人拿着厚礼向这个越国请求讲和。这个成呢是讲和，越自夺未能灭吴，越国呢自己也考虑一下，说我们现在的国力恐怕还不能灭掉吴国，于是呢就趁势和吴国讲和了。这个平呢就是讲和。